The Guiyangese Dialect. Guiyanghua.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. 人人生而自由，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。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，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。Numbers.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Greetings and phrases. 你好，谢谢哈，不用谢，谢难哦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不怕的嘞，不要紧，没事的。最近咋些？好玩家的嘛。早晨好，过早不得，过嘞。上午好，中饭吃没得？吃了嘞。晚些好，下午饭吃了不得？吃了嘞。晚安，再会。你会讲贵阳话不会？会的嘛。自己话用贵阳话哪种说法些？自己话用贵阳话要常说，自己话拿贵阳话咋个讲呢？ Vocabulary. 我、你、拉、子个、阿个、哪个、子爹、子方、子堂个、阿爹、阿方、阿堂个、哪爹、哪方、哪堂个、子哈、子港、子法师、子家伙、子会些、子分钟、现在、因为、所以、昔然、但是、吃饭、吃水、吃烟、吃茶叶、睡啰啰、睡瞌睡、走路、跑步、穿衣裳、改手、上厕所、蒸毛丝、太阳、月亮、仙秀、太阳天、下雨天、乌云天、吹风、起阴照、起雾照、下白蚁、下脖子、下冰雹、吼雷、扯火伞、打雷、钢池水、彩虹、上前天、前天、昨天、真天、门天、后天、晚天、礼拜、一棵树、一棵草、一棵花、一匹马、一匹驴子、一匹骡子、一条牛、一条猪、一条鱼、虾子、蚌壳、螃蟹、奈格堡、克马、田鸡、青蛙、冲冠、蜻蜓、蝴蝶、秋扇、赵七七、泽猪、蚂蚁、苍蝇、蚊子、偷油婆、夜老鼠、蝙蝠、太爷、太太、公公、婆婆、老者、老妈、汉子、男的、门前人、婆娘、你呢、屋头人、娃娃、仔仔、婶婶、黑色、白色、蓝色、绿色、红色、黄色、橘色、粉色、紫色、褐色。 The Wren. 瓦雀。有一回有只瓦雀看中了个车棚，发觉舒服玩家的，就在里头搭个鸟窝，养了几只小崽崽。有天老者老妈飞出去到处找吃的了嘛，就让娃娃些个人在窝头屋头睡啰啰。还没隔好长点时间，鸟老者回转来朝窝头一看，天菩萨，都看到找娃娃些了，一个二个就在里头打头头来了，苦兮难待的，啊脸色之造孽法。老者赶忙问，姑娘些是出来事情了嘞，是有哪个来惹你们啊？不是，喂哟爹，将将来个大妖怪，凶神巴煞的，啊眼睛一捆个，像个愣筋骨眼的把我们几个扔倒，妈哟，直接黑死个人呢。呵，还有姿态事情啊。娃娃些，你们看成头那个大妖怪朝哪方去了不得？爹，看成头了嘞，那头朝旁边走啊。聊老者讲，等到一发时哈，不要着急，我出去看一家和你妈转来。赶后聊老者赶门溜出去，聊老者飞哦飞哦，猛然就看到前头那趟过有只狮子，
还拽兮兮的羊迷羊眼的带他牵头走到起，聊了这西都不西，直接飞过去，啪的一发是落在狮子后背心高上，开口就问：“哎，是哪个准你没事跑我屋头去嘞？还敢黑我崽崽些？嘿，这只狮子还羊不让二不睬的，应都不应，你几个哪个接到朝前头走？”这娃瞧了这鬼火说他独角啊！咦，猜你讲话竟然敢不答应？你还不买账，还要不涨了不是？喇叭声音抬个八度，我猜你谈哈，没得哪个准你走到我屋头去个，我给你打好招呼。假设你下趟再来黑我崽崽时，你看到我会怎么算了不？聊了这脸露讲，脸露吃起只脚，老子撑起几把腿背都给你抓烂，你要试一盘不？改后聊了这赶门回转客，给几个娃瞧在开眼流水。崽崽些啊，不要紧啊，我已经收拾过那个大妖怪了，那浣熊都不敢再来了嘞，那即便是再来咩？爸爸会保护好你们的了嘛。